有没有组队的？要组队的全部跳加油站。我要组队，我有核心龙骨，你别打我，我要组队。我要组队，我要组队，我要组队。非法组队啊！我也去看看。来了来了，就是他们要非法组队啊！哎，怎么只有两个人？他们进厕所干嘛？我看你的小奶个刀，小奶该乖，就是要分了头。这车技妙啊，兄弟！我丢，都是非法组队的。牛啊，都进厕所了。等等，还有。我丢，还有开飞机来的。娘娘，过去看看，谁把衣服和装备都丢了，混进去啊？有没有556子弹分我一点？速度速度！给我两瓶可乐。我不是丢了78556吗？你们快点啊！留一点给我。你没喝到吗？一个急救包都没有。他们把我三级头给我捡了，给老偷出来！我操！给我两瓶可乐。不是我丢了两瓶可乐。你们耳雷，给我丢颗雷！快点了，给我丢颗雷！我一个都没有。你们这群死，可不敢胡说啊！雷，我有啊。不好，怎么扔了？哎呀，谁丢了雷啊？谁丢了雷啊？哪个城市？哪个球啊？哎，这个，兄弟们，如果我说我不是故意的，你们信吗？就像阳光穿过黑夜，黎明悄悄划过天边，谁的身影穿梭轮回间？开心一笑最重要，我是天成，点个关注吧。飞机上的有没有组队的？要组队的全部跳加油站。我要组队，我有核心龙骨，你别打我，我要组队，我要组队，我要组队。非法组队啊！我也去看看。来了来了，就是他们要非法组队啊！哎，怎么只有两个人？他们进厕所干嘛？我看你的小奶个刀，小奶该乖，就是要分了头。这车技妙啊，兄弟！我丢，都是非法组队的。牛啊，都进厕所了。等等，还有。我丢，还有开飞机来的。娘娘，过去看看，谁把衣服和装备都丢了，混进去啊？有没有556子弹分我一点？速度速度！给我两瓶可乐。我不是丢了78556吗？你们快点啊，留一点给我。你没喝到吗？一个急救包都没有。他们把我三级头给我捡了，给老偷出来！我操！给我两瓶可乐。不是我丢了两瓶可乐。你们耳雷，给我丢颗雷！快点了，给我丢颗雷！我一个都没有。你们这群死，可不敢胡说啊！雷，我有啊。不好，怎么扔了？哎呀，谁丢了雷啊？谁丢了雷啊？哪个城市？哪个球啊？哎，这个，兄弟们，如果我说我不是故意的，你们信吗？就像阳光穿过黑夜，黎明悄悄划过天边，谁的身影穿梭轮回间？开心一笑最重要，我是天成，点个关注吧。嗯，人机吗？我这里有人机。别开枪！你走开，你走开，我来打。你拿人头又没用。哦，好吧。你手上拿的什么枪呀？ M416 啊。你拿什么 M4 呀？快丢给我，你这么菜， M4 也打不出伤害的。好吧，给你。你过来。怎么了？你背个 98K 干什么呀？你会玩 98K 吗？是拿来当烧火棍吗？快丢给我。哦，丢了。
到好东西了，都来看看。哎，我这里有三级头，还有三级甲。你拿三级头、三级甲干嘛呀？我负责打人，你就跟在我屁股后面填包就好了，知道吗？嗯，行行行，都给你。你赶快来拉我一下呀，我要凉了。叫你不要乱跑，这么远，看你怎么救我。来了来了，别着急啊。哎呀，你在磨蹭什么呀？气死我了！我平时都是这么凶你的吗？啊，是的呀。那我以后改正，好不好？好，没得错。依旧是那个每天早上被自己帅醒的男人张天成。嘘。别抢我台词啊！今天教大家如何完美的钓鱼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。首先，我们需要一个诱饵。你傻啊？你家钓鱼用汽油啊？一定啊。我们钓鱼呢，讲的是经济实惠、真实合理。所以咱们只需要放一个 Coca-Cola 就可以了。天成，你的是不是太少了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古人云：穷钓鱼，富快递。啊？哪位古人云的呀？我云的呀。我云的呀。OK， 老大，你出去当鱼，记得待会儿进来捡物资的时候一定要真实，真实，你懂吗？小问题的啦，放心吧，天成，我肯定给你捡的明明白白的。咋还没来呢？大姚出去看一下。稍等。有人来搬、有奶不好意思啊，天成，我又睡着了。大哥，能不能认真点呀、啊？好的呢。OK， 各部门准备，灯光师、摄影师，现在开始。来搬、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天成啊，那要没什么事，那我先睡了啊。不拍了，拍个嘚儿啊！你别笑，人才啊，兄弟、啊。不知道啊，脑狠了呀。非常的有画面呢。这么拍了，你看，有个长得好看的人在关注我。当我遇到纯欲天花板女主播。Hello， 直播间的宝宝们。现在外面有一对敌人，听枪声貌似很肥，但我们却只有大喷子，所以接下来我们必须要靠脑子吃鸡啦！哇，丢大场面呀、啊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宝宝们，看我操作，听我口令，站队。哎，四号呢？你还在那瞅啥呢？赶紧站队。四号。对对对对对，我是四号，人家来了怒了。各部门准备，嘘，别说话，鱼儿要上钩了。准备迎战。兄弟们，快扶我，这里有个大傻子。哎，一个人，这兄弟眼神太犀利了吧？大残大残，差一枪。也是差一枪啊，大哥，你认真的？我操，傻嘚儿吧，这他喵的是差一枪！你们是真的菜啊！人呐、啊，人呐、啊，让他见识见识我兔王子的厉害！各位大哥，吃了没啊？如果我说我不认识他们，你们信吗？我信你个鬼！哦，我懂，我懂，大姐，不劳你们动手，我自己来。What？
啊，我洗啦洗啦啦啦啦啊！哎呦我的妈，这兔兔是个傻子吧？宝宝们，舔河了。是的呢，姐妹们舔河呀，舔河舔河，等啥呢？我的好肥呀、啊！哎呀，别抢别抢，哎，别抢别抢别抢！我操，好狠！开心一笑最重要，我是天成，点个关注吧。